加入我之后，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活动是什么？家境舞最大的收获是，就是交朋友啊！啊，感谢！我觉得家境舞之后睡觉变得舒服，练完舞睡觉真的非常的舒服。没看过，下一个，下一个。最大的收获就是很好玩，然后有交朋友，然后还有被一般人抢着球。最喜欢张学友。等一下，每一题每一个人只有三秒。一，哪个运动最累？黄品瑜，三二一，下一个算一，三二一。绿的，对啊，三二一。OK。最喜欢的学长姐就会。OK， 欢迎。Yeah.
是我们校长现场迎接学姐的时候，请学姐一起来喝酒，然后对我们特别的看到我，然后有时候问一些蠢问题，学姐都很开心的回答。我们要告白的是张新宪学姐。虽然我加 breaking 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真的指导我。对，新宪学长在练的时候对我们很好。是啊，我们是在上 breaking 课的时候，虽然倒立劈倒不起来，其实学长还是会想办法帮助。推。好的，感谢影片看完了，那接下来就我们所有的成员，那我们讲感性时间的时候，我们稍微往前，在这个布帘前面，来，再往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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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面，再往前。那谁想要率先发言呢？好，没有的话，我们感性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来，谁先？我也不好意思随便 Q 你们，有没有人想先说话啊？好。哦，麦克风给你。然后谢谢你们在这种非常时期还愿意到场支持我，然后谢谢那边的国中同学们，就是谢谢你们每次都包容我一直因为练舞，然后干嘛什么会哭啊？这个张浩部分很好，然后爽约你们，或者是一直不跟你们出去玩，然后我要特别感谢洛姐，因为她被我爽约了好几百万次，但是都没有跟我。
哇，他有来吗？李木希有来吗？真的哈，反正就是谢谢你来看我，我真的很怕这辈子见不到你，然后希望你我之后可以像你，可以就是每天都开开心心，然后在那里过得很顺利，然后每天都很开心，然后希望你出国之后不要忘记我，然后我为了你下载微博，希望你不要塑胶我，然后呢，然后。总招好了，就是李欣在哪里啊？李欣，你不见了。谢谢谢谢总招，你真的很辛苦。我看你今天就是压力很大，我真的觉得很心疼。然后今天应该还算顺利吧？我们还算顺利吗？顺利。谢谢总招，辛苦了，你太凶了，李欣，我爱你。有，林兰在哪？泽威旁边。哎，安琪。好，我是二七届社长。然后呢，我第一个要感谢的是我的家人。然后在，不是我，你不是跟你讲，这个气氛有催泪感。根本没有什么时间能跟你们好好相处，假日跟放学后都练习到很晚。我很幸运，我的家人不会对我在忙碌的社团活动中有任何意见。很感谢你们对于我不论是金钱或心理上的支持。团练完，好的，加油！好的。我好，团练完回到家很晚，都可以有晚餐吃。或者要付社团各种超级爆炸多的费用，真的很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全心全意的支持我，我才能很尽兴的体验在高中社团的这两年。我很庆幸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你们是我最强的后盾。你只讲了半小时，你要快讲一个小时。谢谢你们的支持，让我在社团生涯都不留下遗憾。然后再来，我想谢谢帮助所有和平进步的老师。第一个就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圆妈，老师的严格以及对排舞画面的坚持。老师说，对我们在每次表演都很精心，谢谢为了服装跟血浆，绝对是和平进步最忘不了的回忆。总编文 H 组的朋友教我一起在学校走廊努力试画面，因为韵律教室被感人了。真的每次都觉得艾伦老师超逼，但也是因为这些不可能任务，让我们在成功达成目标后，能够觉得自己真的超猛，和平进舞真的超猛，完成了之前认为不可能的事。真的很感谢艾伦老师，我相信在之后的日子里，我一定会时不时想起之前在国馆排练，每次等老师闪亮华丽走向我们的压力语气式的。然后再来，我想谢谢 Larry 老师，因为这次的惩罚让我能找到你排舞，这种感觉就像是可以亲眼见到平常只在 IG 见到的明星，每次排舞都很期待，期待见到老师，期待排舞往后的美亚闲聊时光，期待这次老师新教给我们东西。惩罚完最舍不得的就是不能再跟老师固定的周二约会，希望之后有人愿意陪我一起去上老师在外面的课，七进我希望是你哦。然后再来是执行老师，谢谢你每次都极度疲劳还认真帮我们上课，你真的对学生很好，很疼我们，希望我们今天的表现能让你愿意把惩罚本带回去纪念。然后再来，我想谢谢训育组长，你们就是老师真的很挺我们，每次家长有投诉电话你都会帮我们挡住。然后我真的很谢谢你，谢谢老师，你真的很挺我们，你是最挺我们的老师。然后谢谢我国中的大马索尼，然后205被拆散了，对不起你们，你们在哪里？好，然后还有我身边这一群二七伙伴，谢谢大家。来，恭喜本社张雨珍同学以若木细无声的温柔雕舞风格获得美萱个人心中第一名，好棒棒的最佳雕舞奖。好，我可以第四个人。反正我没有打稿，就是我想要
第一个就想要感谢就是我爸妈，就是。
走下去。虽然平常团练的时候都一直说很累，然后不想待下去，但是现在真的结束之后，又觉得很舍不得。我觉得我可能只是喜欢跟大家待在一起的时光。然后谢谢学弟妹，你们真的都很乖，然后做的也很好。谢谢今天的总招。我也想要谢谢我的妈妈，就是我因为进入成绩变得很烂，每次段考完，我妈就会叫我转学，叫我滚出和平。然后每次我团练完回家都会吵着我妈，问我妈说为什么没有宵夜。然后我妈就是她都会跑，就直接跑去帮我买，然后也会一直给我钱，虽然我真的很烂。然后我要谢谢我207的朋友们，就是常常在我练很低潮的时候，就是我就跟他们不停的抱怨，然后他们都会很包容我，然后一直安慰我。然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国小朋友，你们在哪里？对，我们从国小就认识，然后国中几乎都没有联络，但是因为高中我都加了舞社，所以然后很谢谢你们来看我，然后还要感谢和平进入的所有人，对，谢谢。我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就是我知道他们期望对我很高，然后因为家境我就翘练了很多补习，然后导致他们发狂，然后我还一直跟你们拿钱，然后时间，然后都没有时间好好的陪你们，所以想在这边跟你们说声抱歉。以后高三我会读书，然后我还要谢谢今天有来的朋友们，有204，我真的超级喜欢你们的，就是很团结，然后。送了我的东西，他们想给我加油，但是他们现在今天没有来到现场。还有来的朋友们，但是他们只来了上半场就走了，就很谢谢你们还愿意来看我的上半场。然后我还很谢谢旭旭组长，就是进我的大小事情都是你在弄的，我就是听你一直抱怨，但是我知道你很一直很挺我们，所以很谢谢你让我们的进舞社可以一直运营下去吧，就是不管是被投诉还是被什么的，就是很谢谢你为我们挡下来，然后也很谢谢207的大家，就是我可能带给你们有一些麻烦吧，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很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今天来的所有人，然后谢谢我爸妈，就是我常翘补习班或者是请补习班，但是你们是帮我付了很多补习费，但是我等下去失去关是没钱，可以给我钱吗？然后我爱你们，谢谢你们今天来看我表演，谢谢，谢谢雪狼姐，谢谢雪狼姐，就是以前我们真的很调皮，就是很吵，真的，真的吵，他们在吵，不是我在吵，就是他们真的很吵，但是你们还在包容我们，然后今天还愿意来这么多人看我们表演，谢谢你们，然后。谢谢啊，我看到板子，谢谢109，我爱你们，谢谢你们永远在每一个表演的出现，然后都留在大街角色，我爱你们。然后阿乐公关掉，我明天早上要走起来。
谢王林。金佩宇没来啊？没来。好，谢谢王林，真是爱你，你很击败。真是万岁爱你。啊！然后，还有谁？我想不起来。然后谢谢，反正就是谢谢杰尔来人，然后谢谢二八小爱，就是从一开始进来到现在，你们最进步很多，就是很让我很放心。然后希望你们会留下，拜托，我们不想要断在这里，拜托，希望你们以后可以越来越棒，然后在更好的舞台看到你们。然后谢谢二七。就是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哎，我时间到了吗？那我就继续讲。然后谢谢林泽慧，虽然待我真的很鸡巴，真的很吵，然后都差点要语言。掉很烂，但是你很凯瑞，我爱你。然后谢谢戴佩璇，大家我们真的长得不一样，不要说我们是双胞胎了。然后谢谢晴晴，就是因为对，我现在真的很丑。谢谢晴晴，因为都在我背后帮我们，我也爱你。
陈安来的。哦，陈安。啊，就是他都一直讲破烂笑话。没有。你有芋头。啊，就这样。嗯，好，谢谢。哦，我每天迟到没人记我。然后还有谁？我看不到。好，薛组长，对，爱你哦。然后，好了，就哦，送宋凯兰、张真婷、许欣婷，哦，宋凯没有来。然后佩佩，不是那个佩佩，是那个佩佩有来耶。然后就是不知道谢什么，但有你们这群朋友真的很棒。然后哦，还要谢陈宇梦，还有陈静茹，就是我压力很大，都陪我第二天。你们，然后是安康，就是毕竟你们真的很挺，就是接高一山，常常喝醉，然后回家路上就很暗，早上起不来，都要我打电话给你，就是希望能，然后希望赶快好起来，有变好很棒，然后谢谢蔡琴熙，就是每次表演叫最大声都是你，然后。没有，你没有。然后不能讲的就都被你挖光，就这样。谢谢你们。然后还有什么？我不知道我打到。好了，就这样。然后是小孩，谢谢你们很配合，就是我们真的很击败，一天到晚叫你们拍影片，感觉很累。哦，没有，不是我们自己分会。然后反正就是谢谢你们，很累但撑住了，希望你们可以继续撑下去，不要退掉。然后就是二七的大家，好，我们要点出来，然后我就自己看公关本，不然就不要看到哭。然后好，反正就是这样。谢今天有来的大家，那个椅子很烂，不能讲椅子，反正屁股坐烂就是辛苦了，谢谢大家。也谢谢阿姨愿意出来一直看我的惩罚表演，然后也谢谢有明跟丽婷，你们两位，耶、yeah. ，我不知道，就在教会遇到的朋友们，对，谢谢你们愿意过来，也希望我们接下来可以继续良好的友谊，对，朋友一起下去，然后也谢谢还有什么东西，二零七的，他们还在吗？没了。他们跑掉了，好，没关系，他们不会来看我。OK， 那我们就谢谢他们愿意过来，他们是张健叫来的，那我们就谢谢他们一起过来看。然后还有张姐，就感恩张姐带我们，就高一都给你们带了一年，让我知道跳舞有什么乐趣之类的。然后也一直把学长姐当作榜样，不管是就是六届或者更之前的学长姐，对。然后还有 KJ， 就感谢你高一都在，都有你在陪我，就很感谢你。虽然高二就因为你爱弄学测，我直接弄惩罚就没躲在你。然后大概就差不多这样。还有这些在场的工作人员，一直弄出有点 trouble 的事情，也谢谢你们愿意耐心的帮我们。大概就这样吧。还有人要吗？我要先谢谢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还有姑姑，还有很多人来看我们的表演。然后我最感谢的应该就是我的爸爸，因为
就是。他现在在哭，怕你们不搞懂。就是谢谢爸爸，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就是。因为我每天都很早出门，然后又很晚回家。我知道你可能觉得我是偷偷出去约会，可是就是我们就是都是每天连到很晚，然后真的很累。然后谢谢你还是会帮我留饭菜，就算我可能没有要吃，你还是会帮我留。然后。然后可能有时候补习班请假或者是下课，你也没有，就是你也就是也没有骂我，所以，但是惩罚结束之后，我会好好读书，我会好好读书，不会再翘课了。然后我要谢谢姑姑，就是我可能。之前小时候可能让你觉得很头痛，因为 我以前算是蛮皮的，所以还是谢谢你把我照顾到现在这样子。然后还有谢谢光中，就是可能我有时候跳舞会穿很少，或者是会跟男生跳舞，可是你还是。是没有不准我跳，然后还有谢谢明璇跟安安，因为对不起，我跟黄光一直在摆烂小组作业，都是每次都是你们凯瑞，对，谢谢你们。还有最后还有谢谢紫蝶的朋友们。不在了，我是黄花，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来，还有其他很多很多朋友，谢谢你们今天就算疫情那么严重，还是来看我的表演，谢谢大家。
然后再来就是音控，然后灯光，虽然我们灯光真的做的超烂的，还有就是我觉得我当总招这几个月学到最多的事情就是如何规划安排事情，然后我跟一个包子老师每天都在讨论惩罚的事情，虽然到最后我们还是很 trouble， 对，因为好，一瑞学姐你都没有跟我说要做什么，我很难过。我也没有惩罚。对，我知道。然后接下来就是谢谢所有二期的人。然后呢，你们要把你们手机放下听我说话吗？台下的。对，虽然我觉得你们看我们只是几分钟的表演而已，但其实说实话，大家都对这场惩罚付出非常大。然后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每个人都很努力，就是背后有很多心酸与血泪。对，好，然后我要讲一句话，叫什么？谢谢和平劲舞，是你们让我相信你们会有信仰，并为其付出青春。好，我相信大家也都累了，那我就不要废话太多了。好，谢谢大家。大家起立吗？前面也太丑了吧。好的，那我们感谢你们的同时，你们也在中间拍个大合照吧。和平进的各位，眼泪先擦一擦，要拍照了，到中间去，到中间去拍个合照。来，拍个照。那我们。好了，等我们摄影师跑个位置，那我们小姐可能也可以上来拍一张了。